到达宠物店，我们得把口罩戴上，以免我是无症状的把人家宠物店害了。哎呦，现在我戴口罩根本不是为了防护自己，是为了保护别人。嗯，来来，把奥斯卡留下来吧。看看哪个衣服，那四条腿腿确保住的，然后那种。这应该差不多，但是这个帽能不能摘住，因为它那个头矮不是，那帽子一会儿就耷拉下来了。那这个对，要不然就不要戴帽的。我先给他试试号吧。我们来给奥斯卡买件衣服。小了。小的是吧，四条腿腿能保住的。哎，这件不是挺好。这个挺好看。再试一试，开始。你看，白白了，三。主要是他上床睡觉了，你这个不上床吧还好，每天跟人混在一块儿。他就是穿四条腿的比较。这个还挺好，就是怕是脚有点穿，就崴，往上崴一点点。其实也不用崴，后腿得崴啊。改一块不要，他在裤子啊，确实这种穿的，确实后腿穿。对，确实后腿穿，都没有给这种短腿子狗子，他最好有点超吃劲。对，现在就没有上来，走了，走呀，慢点，拜拜，要是看买了件衣服，哎呀，这个白衣服还是挺舒服的，正好配合他这个。毛色，哎呀，来，就是那个后腿啊，他的衣服都是后腿长，我们得找个地方给他，或者我自己回去，我感觉，我没有缝纫机，主要是，我要有缝纫机，我就给他自己改一下，因为奥斯卡是那种短腿狗，所以他的这个衣服啊都是后腿长。从工厂出来，我们把奥斯卡接上之后，昨天回家忘拿充电器了，我们另外一台电脑的那个电源在家里，这两天做视频就靠笔记本的电源，然后回家去把电源拿着。正乱吼乱叫，别喝。听到奥斯卡吼了吗？他看到另外一只狗了。你看到另外一只狗了？这是个大狗子，你可不要招惹它。这个狗杜宾。回家，奥斯卡穿了新衣服，走，孩子。这个家伙穿上新衣服还挺好看的。到家。来，奥斯卡，进来，咱们先把东西放了。给你解开，去吧，找姐姐去。刚才买了一个酸奶，竟然没起来，应该有个小番茄。好，回来之后呢，我们要开始煮东西吃了。今天是冬至，我们来吃水饺。昨天煮了一些，现在说煮的那个汤的那个味道还挺好的，我们要多煮点。煮这么一袋吧，一袋应该刚好够吃。水有点多啊，少来点。冷冻饺子要随锅下，不然的话这个饺子会裂开。我可以放一点，少放点盐。这个饺子就不会裂开。稍微搅和一下，等水开。等会儿我去找点紫菜，然后再调一下昨天的那个酱。放的什么呢？虾米、虾皮、紫菜，一点点鸡精。好了。味道那是相当的不错。
20个饺子应该够我们俩吃了。来，再拿点。现在你吃麦酱丝呀，吃那个辣白菜呀。等会儿我去找个勺子。今天的脖子又疼歪了，脖子又疼歪了。这个勺子还挺不错的吧？可以连汤带饺子一起舀啊。来，你坐在那儿吃啊，你要吃啊？啊？喝点，补点葡萄糖水吧。先给你拿出来常温一下啊，等会儿喝这个。你用那小勺子可以喝汤啊。吃五个就够了。啊？那我可是吃不了那么多。这个汤怎么样？很好喝。我自己调的。我这嗓子以后不会都这样吧？不会不会，嘎嘎的。哎，倩倩，泡点柠檬水吧。我们这个树上也结柠檬了，看看哪颗黄了。这颗是绿的，这颗是绿，红的好像这。这儿这儿有一颗。哎，这颗怎么样？这颗就可以直接泡水喝，啊？两颗柠檬树，多少还有点用啊？泡点柠檬水。这个泡柠檬啊，是一定要把里边的那个籽儿抠了。不抠中间那个籽儿啊，它会苦。有个几片儿行，有一半儿，这一半儿留着，等会儿再泡。这个中间这个籽要给它抠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个柠檬泡出来的它是苦的。来，抠成这样。我们家里有这种之前清洁好的这种泡茶的哈，但是不能用开水，还是用温水。家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。蜂蜜，我们先把这个水给它接了再说。啊，我看水温我们要调一下哈，调到39、43、45度水，好，调成温水，然后再把这几个柠檬片丢里去。家里有没有冰糖啊？好像家里没有冰糖，但是有蜂蜜，差不多。就这么多吧，温水泡，稍微泡一下下。哎，喝的时候呢，往侧边一拧，它慢慢就倒出来了。平时是密封的，所以这个放在冰箱里还是挺好使的。柠檬水稍微泡一下下。为什么？啊？苦？不会的，只会有一点点味道。